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当我的新娘，因为从这一刻开始，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，你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，没有你永远不准离开我的王国，我的世界，因为我的世界就是你的世界。我才不要什么王国嘞，其实啊，我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房子，房子里面有所有我在乎的人，这样就很幸福了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？真的。说过，不准任何人闹洞房。姐，我肚子好痛。姐，我肚子真的好痛，我快死掉了，我快死掉了。姐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姐，我肚子好痛。啊、姐，来来来来来，哪里痛？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哪有啦，可能吃坏肚子哪会死啦，过来姐看一下，姐姐抱抱。姐夫啊，姐夫你要不要过来抱一下？不行，姐姐真的抱不动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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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她抱进来看一下。哎，不行，姐姐真的抱不动。乖啊，乖乖乖。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姐姐看好，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，我快死掉了。不会死掉啦，看我看我。好了好了，冷静一点，啊，不会死掉，先不要冷静一点，姐姐把它吓坏了。老公啊，你可不可以去帮我倒一杯温开水，里面加几滴百灵油吧，谢谢。好了，好了，冷静一点。我快死掉。不会死啦，姐姐看了。休息，放轻松啊。今天晚上你什么都不必做，好好照顾皮蛋吧。Thank you.
不好睡哈。谢谢你，国王陛下。皮蛋没事了吧？没有，好多了。但是我比较喜欢以身相许的报答方式。不要讲这个话，皮蛋听不到。安娜，哎呦，那个村长说他要离开了，你要不要下去送送他？哦，好，好 ，OK。我等一下就下去了。好好好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啊。